收看1111周年庆直播，大家好。是何峰强势回归了。真的消失很久吗？对，消失一天，消失一天而已。昨天有人在问啊？谁问？有，昨天有观众在问，真的吃老撑着。是你自己小账号？对，我自己的那个开一个小账号。何峰呢？对，今天强势回归了。我昨天没有看，你们昨天开心吗？开心啊！昨天送理想大地万元住宿券，我有去过耶。我记得，对，我去过理想大地，就是那时候是120，然后他有送一个那个窑烤面包，我说我不要窑烤面包，他就说那不然我再送你隔天午餐，所以我吃了三餐。哇，然后面包可以换一个午餐也太好了。9000，然后我那个午餐是过了那个门口到对面去吃，然后是原住民料理，那一餐非常的好吃。那你有做过他们的、那个、比晚餐还好吃、啊？他们的那个船吗？好像他们特色对不对？那个就是小威尼斯的感觉。对，昨天有看到影片，非常的厉害，大家可以去，我觉得蛮好玩。今天的听说也很棒。今天今天是金华酒店。哇。18000元的，我没有住过豪华客房。今天抽我，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没有抽到我，我就自己有钱的时候去住。金华我有住过，也是很不错。你住过？对，可是我是跟朋友一大群。还好，问你要说什么？就是那种，因为你知道房价有点高，所以朋友大家一起去办 party 在那边、啊，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床上这样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所以今天就是五星级尊荣级的体验，没错、欸。我吃过他们那个金华的铁板烧、哦，非常高级。有金华餐厅，他最后那个牛肉的那个牛筋，厨师会把一开始就把它剔下来，然后就会开始在旁边帮你盖着，然后等到整餐都吃完之后，那牛筋你就带回家吃。慢慢咬，然后炒饭也带回家吃。那如果你有抽到住宿券，你就可以在楼上吃了，对不对？就带回去那个房间里慢慢啃。哎、欸，对，蛮方便，很享受。而且我那次吃就是非常高，就是一个朋友，他好像跟主厨很熟、所以我们就是三个人在一个很大的包厢，然后。这样讲好吗？然后他就掏了一叠钱给那个厨师，就是今天的餐费，很大一叠、很大一叠。所以我们那一餐吃的很高级，好好好哦，我都没有钱自己花钱吃这个。赶快看看今天会不会抽到自己。好，刚刚今天会不会抽奖啊？当然、啊，今天预告一下，我们有台北金华酒店的18000元的豪华客房住宿券，然后另外还有绿宿行旅的绿叶精致双人房，还有新义文旅的阳台双床房。阳台什么意思？阳台我想应该就是说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大阳台吧，可以去晒太阳。这种真的非常会宣传，我推测是这样子啊。我以为是晒阳，让你晒晒暖冬的太阳，而且还会在。各个桥段里面，我们还会加码抽出一的福袋跟全家电子礼券，这样子总共有三名。对，而且福袋我们有什么东西？今天福袋太夸张了，来来来，好福哦，天啊，好福，好福，好福。一个是卡尔登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年历，你以为就这样吗？还有，你的手上还有这个快炒的。折价券，对，优惠券就可以免费兑换这个特色菜。还有紫利的，这里面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就是一些体验折价券之类的，跟妈妈宝宝有关系的优惠券哦。对，而且是有两张哦，非常大。然后还有，然后另外还有，哎呦，这个最好了，海洋温泉免费体验券，免费太好了，对，这太棒了。而且它的有效期限是到隔年的6月30日，绰绰有余的时间，绰绰有余的时间哦。然后泡完汤只要补充水分，再送你一盒茶包，里面有三个，喝喝茶，天然茶的茶包。喝完茶之后不要忘了包一点红包给服务人员，好不好？对，那就是你的小孩，所以我们一一的这个新年的，所以今天福袋很多啦，好像东西很多。我想用不完，好不好？所以一整组通通送给你，我们一的福袋组。那我们要怎么样才有机会可以抽我们今天的饭店大奖？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抽奖规则。是，抽奖规则虽然说已经很多天了，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其实非常简单，即日起到这个月底为止呢，只要你加入我们的会员，完成学经历的登录，或者说你已经本来是会员，怎么办呢？就修改你的学经历，你就可以抽奖，就一种躺着抽的概念。修改学经历的好处是什么呢？什么呢？就是我先讲那个，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就是啊，那个。我忘了，比如说我有得奖记录啊，我有实习记录，我就赶快把它写上去。到时候我要推荐研究所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履历笔记本啦，对对对，我的这因为推荐研究所的时候应该算是自传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我的自传就会很漂亮，厚厚一点，然后备审资料就会很厚。然后如果你已经在工作，它就是一种就是。
你的资历的、你的徽章的这个累积，到时候是不是你要等猎人头来找你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说，哇，这个人经历好多，哦，就会被看到，担任过某某某主管啊，或担任过执行过某某某专案，就隔一段时间盘点一下自己的那个能力在哪里。因为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有时候你可能累积了五年、十年，你可能已经得了，比如说二十个奖好了。然后你猛然要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忘了，有点失智症，想说，哎，我是做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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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就是要赶快及时更新你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履历啊，或者是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辉煌的记录或得奖记录，就要赶快把它记下来。所以其实呢，时时刻刻更新自己的履历也是非常重要的。天啊，我觉得陈以柔速度已经可以当购物专家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福袋跟百元的话呢，我们就要刷通关密语是就是台北精华酒店与一同欢庆。是，大家赶快刷起来哦！今天送的是超值福袋组跟我们的全家100元礼券，还有万元18000元的台北精华酒店的豪华客房，给大家匹乓一下我们的精华酒店。我来剪一下字卡掉喽。大家如果是台北人，应该都不陌生啊。就是在中山站步行大概3到5分钟就会就到了。对，而且它底下那个 B2 有一个丽晶精品，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名牌。哦、对对对，它有个精品很好逛，然后呢，交通位置又非常方便。它算是早期台湾很早的精品。店的那个精品的地方啊，丽晶对、哦，是很早期的。然后如果你是持有外国人护照的话，可以打折。嗯，你怎么知道？对，外国人护照还可以特别打折，可以打折，我记得好像9折还8折。对对对，就这个概念。哦，对，大家可以去那边买一些历史悠久的牌，他们有很多牌子都是大牌子，然后他们算是台湾就是。很好买，很棒的牌子。对、啊，而且免税店你又不用跑去机场，又不用跑去偏远的地方，它真的在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就是捷运中山站嘛。没错，那我们就来看看精华酒店的影片哦，207人来介绍。讲了一个很好吃的牛肉面，什么哦？对，牛肉面，他们的牛肉面非常好吃，好大块，是半筋半肉的感觉。好，看完了影片，为什么要改履历呢？为什么要改履历？然后人数爆冲哎、欸！哇，大家是不是很想住？赶快今天锁定18000元哦！记得来更新你的学经历，为什么要更新学经历呢？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不管你考上研究所，或是你有实习的经验啊，那你就可以写在里面，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哇，你现在非常非常棒。那如果是上班族呢？如果是上班族呢？如果你有一些执行过一些比较特别的专案、哦，或者是你晋升了，你可能有主管职了，那你就赶快把它写在你的学经历上。
除了当然让自己觉得很荣耀、鞭策自己之外，不断的精进之外呢，也有可能会让猎人头看到你，哦、对不对？对，就直接挖角你去更好的工作、更高薪的职位。就像我们公司的那个高阶猎才呀，他们会就是需要，哎，这家公司来了一个很棒的职缺，然后就开始看非常高薪的职缺，看我们的会员里面，哦，这个陈颖柔曾经待过一人力银行，当过总公关总监，公关我们主管就找你来的啦，就这样。对，像是很多他们都会可能要求说，我可能要英文要几分啊，或者是什么等等等，哦、对不对、嗯？但是如果你考了，你没有更新学经历，谁知道？对啊，谁知道？谁会知道你英文很好？放在你的床头柜里面，对对，谁知道你担任过主管职？谁知道你担任过哪执行过哪些厉害的专案？优点就是拿出来讲，不要查，写上去，随时的更新你自己的进度。是的，那我们就来看看，既然你都已经更新你的履历的话呢，好好的就去新华酒店好好放松自己。刚刚说，那你们两个自己写过自己的优点？现在怎样来吵架是不是？我觉得以学生来讲啊，你实时更新的话，对你未来推荐研究所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大家的备审资料就是在笔后的。你如果有得奖记录、有实习的记录，可以帮我刷一下留言吗？谢谢。来来来。您就可以就是对于你未来升学是很有帮助。那当然你在求职的时候，如果人家觉得说你有实习过，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学生其实是有职场的经验的，天啊，就会大大的加分。所以大家一定要实时更新自己的履历哦。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精华的介绍。我刚刚讲到了它的这个精华地段，就是这个中山站这边，然后有14、15号的万平公园绿地附近，就是中山捷运站。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坐淡水捷运线了，中山站的3号出口。方便啦。那当然，这是核心地带嘛，到桃园机场也很方便，40分钟的车程，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中山捷运站。所以呢，其实非常的推荐国际旅客来。哦，餐厅很棒。楼下的精品还可以打折，对不对？然后三番本家好吃。三番本家他们家非常知名的，它有这个日式的涮涮锅，还有烧肉的两个派系，然后再来就是伯利厅啊，还有 AZ。它的这个牛肉面很好吃，还有 Rollins 的牛排屋跟铁板烧，还有金华轩，还有金华国际联谊厅，有很多人的婚宴也会选择办在金华，真的，因为其实菜色好吃也是非常重要嘛，除了场地气派，然后他们家的 buffet 还有那个马卡龙。还有马卡龙可以吃，哎、马卡龙平常外面一颗卖80块，对呀、啊，吃了10颗就马上。而且他们也很多的获奖经验哦，对，天下杂志评选他们是观光旅游业的第一名，然后 World Travel Awards 是2019最佳酒店套房，台北金华总统套房，然后呢，商务酒店最佳宴会酒店木兰 SPA。然后呢，也有获得这个苏富比的指南四星评鉴。是的，哦，你看很多很多，对，我记得他们来介绍的时候还有讲到这个木兰 SPA， 这个也是非常顶级的 SPA， 也就是说你在那边住宿的话，你可以直接 order。到房间，这个他有这个房间的、哦，也可以到他们那个边去，对，也可以到那边去都可以，然后是非常顶级的 SPA。好，所以大家如果抽到的话，真的可以好好去享受一下。优惠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说好了。好，我妈妈先来抽，好，就来抽。这是我们超棒的，对，福袋组，还有我们的百元，这个百元的100元的电子礼券，先来看看，一名送给大家看看是谁呢？249人，恭喜。吴玉贤，最开心的就是啊，对，哎，忘了提醒大家，就是记得刷通关密语还要 tag 两个朋友，对，一定要这样哦，因为我们系统是直接抓定 tag 两个朋友，还有才会有抽奖资格。所以说你刷了半天通关密语没有 tag 没有就可惜。今天有得奖者，今天有没有得奖者？今天有得奖者？没有，没有吧？对，谁在跟我乱讲话？是明天有得奖者，是明天有得奖者，而且明天的得奖者有彩蛋哦，好像是你的哦。好，我们要跟明天再跟他说，明天会有彩蛋的。好，刚讲到一半了，就是最开心的是啊，我们每现在最近念到的那个得奖者，对，都是新朋友。新朋友、哦、就是很多新朋友，对对对，因为这一次的抽奖实在是太棒太好康，所以我们有很多新会员、新的朋友、新的观众加进来我们的直播，留言也很多新朋友，大家持续锁定，因为周年庆活动还是大家只是脸书换了名字结束之后我们还是会陆陆续续推出非常好康的直播，270，所以我们现在玩喊数字的游戏，看有没有在网上那我们喊别的数字好不好？268好吧，降了一个人。我们现在没有影片了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设施的手板。哦，设施的手板，好的。如果还没有住过的人，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设施的手板哦，来看看它有哪一些。大家窃窃私语可以讲过一遍发生什么事吗？哎，我最喜欢的像这个 SPA 呢，疗程还有健身房、三温暖、顶楼温水游泳池、联谊会馆、健身区。哎，这个哇，专业型，这可以对外营业了。已经对啊，比外面的健身房。这游泳池在他们楼上，我不知道耶。对，哎，我也没有去过游泳池看，感觉就是无边际游泳池。对，而且是温水游泳池，所以现在你冬天去也不用担心。对，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哦，都可以游。
那不如我们就来大家看一下房间的照片好了。是的，来给大家批判一下我们的豪华客房长什么样子。花皮。这个 view 太棒了啦，而且538间，对，13坪哦，非常大。然后除了豪华客房之外，还有寰宇客房啊，云天露台客房。寰宇跟寰宇电视台有关系吗？应该是没 没有关系，可能就是多了一点环绕的感觉。还有精致套房、名人套房、花园套房。这太扯了，总统64坪哎，这怎么回事？豪宅？这是一个办公室。对啊，总统套房，还有亚裔居、精英邸，还有大班府，它有各式各样的套房类型。那其实都是至少都是有13坪嘛，对不对？13坪到64坪都有，任你选。好，突然间摄影棚空了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介绍好康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有一支防疫的影片给大家看，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看看咯，好，一起来看看。吃了好啦，防疫大家都做得很好，不用担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国内旅游是非常安全的。台湾来看看节庆活动有哪些呢？有哪些好康呢？圣诞节来了，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真的假的？游之旅太扯，这是3990元吗？这个而且两人成行，所以一个人不到2000元，这个可以住吗？这不能住吧？这应该是可以耶，可以住耶，实在太划算，而且它有什么样的东西？我看一下，搭乘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畅游双北最正点的圣诞景点，可能会去这个新北的这个耶诞城哦。随车有活动跟调酒、调酒饮品、新品跟跟拍管家，会帮你拍照啦，管家。限定的精美小礼、每天在享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餐点，然后还有一些限定活动。然后呢，我看一下是什么 ，lunch bar， 还有10点到9点游轮式公餐，美味的甜点，然后轻食啊跟。畅饮，软性饮料畅饮哦，好超好。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彩妆师跟配件，然后帮你来，还有彩妆师，对，梳妆打扮一下，然后搭乘金华专属的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双层的观光巴士。续住的话，看这个双北耶诞城，一个人只要1990，其实就是在一样的钱啦、对，差不多的钱这样子。两个人呢，只要3990，大家把握时间。还有圣诞节还没想到要订菜喽，再来过完圣诞节就要过年喽，就是呢，可以看到每桌是38,000元十人的，然后再来是有另外一个是19,300的，还有31,800的，有各种菜色让你选择。那如果说呢，你就是订了的话，两桌的话，对，然后还有这个果汁无限畅饮，然后还可以有摸彩券跟全家福写真，太好了，全家福写真去吃饭顺便拍照。小山城一博二十，一博二十，他们最近真的就是大打折扣
对，这真的是我看一下，哎，只剩下没有几天哦。对，哎，大家把握机会哦，因为到11月30号，两天一夜，两人成行，每晚是5800元、嗯。那有什么样的专属礼遇呢？就是它有这个宝藏岩，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导览地图一份，还有北北基好玩卡，交通上有一日券，哎、哦，价值是360元，捷运卡。对，再来就是 CNN 唯一推荐台北必吃的自助餐厅——国立厅的双人早餐，哎、嗯，价值就要1716元。然后呢，入住当日经典的意式美传啊，然后两个1267元，周一到周四入住啊，还会帮你升等哦，高楼层高楼层的景观房价600元。哎，你看这样算一下，1600、1267加一加就不知道多少钱了，超过那个了，对啊，然后他两个人只要5800元、哦，超级划算。好棒的活动哦！那我们不如再来抽一下。好，再来抽一下我们111的福袋组，还有全家的礼券100元，这样一组送给你，看是谁呢？李文忠，恭喜哦！李文忠，我们活动非常非常的多，先给大家看一下畅游故宫好了，十亿国宝，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还够，哦、对啊，12月27号，6800，可以过圣诞节，可以在这边过圣诞节、哦，送你爱台湾博物馆季卡2张，你就可以饱览全台19座的博物馆，哎，所以说我这买了之后可以全台走透透就对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啊、一样有这个交通，再来就是北北基交通的一日券，哦，港点吃到饱的晚餐2克哦，这个价值是1978，两个嘞，对，快2000块钱。然后这个城市度假，哇，好多优惠哦，城市度假好便宜，两个人只要4000元。哎，我觉得最近的五星级饭店都这样子哎。对啊，就是五星级饭店的买住就送服务跟设施，可是却只要一般旅馆的价钱。对，这完全是一般旅馆、啊，因为你4000元，其实我们去外面做商务旅馆也差不多要这个价钱。那它当然有自助式的早餐啊，有餐还有下午茶。任你挑选哦，那当然就是有博丽亭的这个早餐，或是平日的下午茶，让你自己随便你选嘛。反正你如果睡比较晚，你可以吃下午茶。那如果说你在十二点前，今年前入住，如果12点前睡的话，你就会有这个城市星空电影院哦，可以哎。这个是不是最近我看到有蛮多朋友很红，就是在户外，然后躺在那边看电影，哦、看电影对不对？这么好，哇，这很值得打卡啦！哎、一加一哦，一加一，买一碗送一碗，这实在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下，就是今年底哦，连住2晚享免费的房型升等，什么意思呢？我看一下。哦，就是说入住的首日呢，如果你是周四或周日的话，哦、你要加在600元、嗯，但是没有关系，周五或周六的话就加在1600元哦。它平日跟假日会有一些差别。然后呢，就是选择拆开2晚住宿的话，它、哦、可以两天，它、哦、可以两天住两天，你住一天或者是一天啦，或者是你两先住一天，另外一天其他天再来选择就可以了。对对对，等于说我先住一天，这样多少钱？这个它上面就是送嘛，哦、对不对？哦，懂他意思啊，就是你用他原本的价钱买了一个晚上，他另外可以选一天，或者是呢，你连续住，然后再送你一个晚上、啊。对对对对对，就等于说，假设我今天花了5000块买一个房间，他隔天就再送我一个5000块的住宿券，或者是连住2晚，我就可以升等，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他有13坪到64坪嘛，对，他可能就从13坪的升到33坪也不一定，对，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详细。现在很红的千层蛋糕，Lady M，Lady M，两天一夜两人成行，每晚4900。是不是就是在这那店的第一个点好像是，然后第二个才在百货社柜这样子嘛。那它这个风靡全球贵妇圈，它有自己的一家独立的嘛，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入住当日就送你Lady M 的6寸蛋糕哦，哎、欸，不是一片哦，是六寸，六寸哦，价值是1600，大家也知道 Lady M 小小一片就300-400块了。对，再来就是呢，享博丽厅的双人早餐或是下午茶一样是2折1。哦，这么好。那如果你是台新的卡友呢？哦，你怎么样？定金或是老行家送哎、欸，老行家的珍珠粉，珍珠粉有多贵？我跟你说，现在有700人了，对，我就拖。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去的话，周一到周四再享。房型升的，而且最高升至名人套房、嗯、名人套房，就影柔住过的没有名人套房，好，真的很划算。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可以抽？对，还有一个人可以抽。好，那抽我们就来看一看，看这一个再来的福袋跟全家100元的电子礼券是哪一位观众呢？恭喜你，谢海林，我看成恭喜你。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来抽大奖了？对，我们呢，先等一下，我们会一次抽出今天的3个饭店的票券，然后呢，
请启胜哥拨打给我们的精华跟 iPhone 十二18000元的得主，还有 iPhone 十二，所以我们今天一样会打两通电话出去。大家赶快把手机，虽然你们一边在看直播啦，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响，说不定得奖者就是你。好的，那我们麻烦一下小心谢奖台。今天是两个人排进来，等一下就会有人说这个人是谁了。好，我们待会儿就那我们就等启胜哥来一起来抽，还是好、哦，我们先来抽，对，先来抽出台北金华酒店豪华客房18000元，我想要抽我，喜相喜相，要不要就由你来，3、2、1，来看得奖者是是谁？暂停喽。王圈奇0916的号码是那位台语剧演员吗？王晴，恭喜恭喜！来抽出第二位，第二个是抽绿素行旅，对，精致双人房，我们来看是谁，是谁？来看是谁呢？拜托拜托，来看一下是不是我的亲友呢？是林圈逸0982的电话，直接来第三个行逸文旅的阳台双床房，想要睡在有阳台的双床房吗？你说在阳台吗？对，在阳台晒太阳。来看一下，郭圈逸是郭鑫0958的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总经理何启胜，小心电话线。各位主持人好，各位网络上检查一下，照例检查一下您今天的，对，好。那个何总，我们刚刚已经抽出了18000元精华的豪华，所以我们要来打电话给他。何总有住过精华酒店吗？怎么可能？我住在台北市，还是住精华？这是一种享受，对，这是一种都市，然后却有一种 resort 的感觉。而且启胜哥，你敢相信吗？我们刚介绍了一堆的优惠方案，几乎都不到5000元，对，就可以住精华，很夸张的。最近有很多的方案，不到5000元，而且还会附早餐或者是下午茶。李富美，你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幸运，就有在行销所谓城市，我想没有人听得懂。对，城市旅行，虽然你可能住在双北，但是你还是可以找一块净土，让自己好好的。显得你真的可以试试，因为啊，像我们都在住台北这么多年，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在哪里来个小住一晚的感觉？放中山北路其实有很多很可以逛的，对，它本身比如说光点，哦、对，光点在附近，对，光点而已，是是。光点的附近还有丫头的，不要对我尖叫饮料店，因为我去采访过。哦那个地方是还蛮多很不错吃的，在中山站。对对对，中山站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新鲜的那个新的那个网红店也在那个中山站。哦，很多。好，来电话来了，我们要打给这个王小姐，获得精华的豪华客房，价值18000元。为什么没有抽到我？来看一下王小姐，待会没有抽到我，我就想办法看可不可以自己去住。在那个看我们的直播，有很多抽中奖是因为透过直播知道。对对对，直播啊，或是我们脸书的推播啊，就发现。你好。请问是王小姐吗？是。你好，这边是伊人力银行的直播节目，你有更新学经历，那我们现在抽出了，您是得奖者，恭喜您获得台北精华酒店价值18000的豪华客房，我们请启胜哥何总跟您说一下。王小姐，恭喜王小姐，王小姐您好，我是1111人力银行的总经理何启胜。我也很好奇啊，不晓得王小姐是从哪里知道了我们这个周年庆的活动的？就 App 有跳通知。哇，实至名归。那您有去修改履历是吧？对。好，我很想希望透过您的分享，让更多的我们的会员朋友知道，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去修改你的履历。也花了很用心的去修改哎啊，所以我觉得天道酬勤呢，您得到这个金华酒店上万元的这个房价的这个这个礼品啊，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啊，对，真的实至名归，恭喜您啊！那您准备要换工作了吗？对。OK 那也祝福你啊！如果说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您就尽管吩咐啊，我们是。对这个会员朋友是非常宠爱的。启胜哥就常讲，就是我们常常要来盘点我们自己的这个履历表，对不对？要随时来更新，对不对？对，那我顺便也跟王小姐来请教一下啊，就是您
更新履历是因为要找工作才去做的动作，还是其实您有的时候也会偶尔的上来啊、去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栏的部分做一些 update 呢？就刚好要找、嗯、刚好要找、哦、是好的好的，好，希望你也把这样的喜讯跟所有的好朋友啊周边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像您这样的一个好运啊能够抽到这个大奖，而且相信这样的一个福分会连带的啊会这个沾染到你的找工作的这个事情上头啊！恭喜你的，对啊，啊请你分享给亲朋好友，因为我们还有 iPhone 12要抽啊。是的，好，这样王小姐，您之前也万万没想到你会抽中吧？嗯、我说您之前呢、啊，没有想到自己会抽中，还是你觉得你就是会中奖？没有，没有想到啊，没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恭喜你了，谢谢，拜拜。今天是感恩节啊，祝福您，拜拜。对，今天感恩节哈，对，非常开心。而且我进来的时候，好多同仁告诉我说，今天哎怎么样？这些网友对两位很支持啊，真的吗？支持对啊，因为那个线上观看都超过300啊，将近。所以当时、那个贤哥说的奖金就是会实现。哎，对对对对，不然没有线上观看1000，我们看看是吧？有没有可能就给线上的这些网友们抽 iPhone？ 那就你就来翻个跟斗好了，直接。我先回家练一下。好，还有吗？还有 iPhone 12，最大奖 iPhone 12，我们要请启胜哥来帮我们启动仪式抽奖系统哦。3、2、1，请抽，看是谁呢？来看看是谁可以拿到今天是第几只呢？今天第11只了，11，今天11只，陈天香0931，恭喜阿香，赶快看一下，好像一个金马影后是不是也叫陈什么香？嗯，对不对？可能吧，就是专门演那个蔡导演、蔡明亮导演的那个，好像也叫陈什么香。哦，今天11只了耶，哦、然后明天12只，下礼拜一怎么样？第13只，就是我们的天天抽 iPhone 的活动。嗯，但最后一天，但是我要透露一下哦，好像剧透，因为那个我们的会员朋友反应都非常太热烈了，对啊，大家太喜欢这活动了。原本进行到11月底的30号都会延长，很可能延长，就是因为大家非常热情的支持嘛。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呢，踊跃的分享。没错，那么分享起来，我们看每一天的在直播里面的这些观看的人数，那么我觉得观看人数是很好对我们的一个回馈，没错没错。那么如果说观看人数高，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要把我们就更努力的去争取一些福利来回馈这个抽奖活动要延长，会员朋友，是的，那好不好？我们来赶快要准备，我再看一下这位，刚刚是叫陈小姐，陈小姐耳东城啊，陈小姐来看陈小姐会接电话呢。5、9，陈小姐，而且我们的会员朋友都很大方，都愿意到现场来领奖。对啊，亲身的向跟大家说，向所有朋友来见证。连续几天打了，好像都有接哈。对对对。大家都知道要我们这电话都是这样，会真的，很有效果。像明天也是会有上次的得主樊先生，我这个新会来，对，他明天就会来见证哦，来现场见证。陈小姐，接电话，接你的电话。陈小姐，好了，我们的那个跑马已经秀出来了，速度非常的快。陈翔，香，这是不是也湖南人啊？等下可以问一下他。香，好像都是。他电话是没有语音信箱的。嗯，好，那不然我们就挂掉再。好，再一次吧。那我就打给我自己。陈小姐在，赶快接，我们想要听听你美妙的声音，想要也让你听听我们何总美妙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天才能抽中 iPhone？ 知道不敢抽。哎呀，来看看陈小姐会不会接电话呢？很会整人的电话。好渴，好想喝饮料。可能是我自己接电话的习惯。我一般陌生电话就不接。不是，一般应该不会找不到我。哦。可能工作上的关系。跟我分享的事情真的很有趣。很少说什么打电话说找不到人的、啊，对，不然要干嘛要带行动电话？对不对？带行动电话就是让人家方便随时。
都可以找到。不过会不会他现在在午休，可能在睡觉？有可能，对不对？他可能像我们同事常常也都在午休，我同事都在午休，也都睡得很熟，他们也不会接。所以你们午休也都关静音吗？好，看来钱小姐可能在休息。好啦，好吧，嗯，拜拜。也许感谢你的来电，哎，没关系。嗯，但我们还是要恭喜这位陈圈香小姐啊。那么，如果说您的周边的亲朋好友有朋友是姓这个姓陈啊，然后啊这个瓶子里面有个香，哎，也麻烦帮忙我们通知到他，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希望说我们的 iPhone 的得主啊，每天都能够在线上。直接的感染到他被抽中那一刻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我希望听到就是他们如果接到电话就说尖叫说这个是我这样子。超兴奋。但他们都非常的冷静。因为如果接电还是有啊，有之前有一位女生在办公室的。啊真的吗？同事都吓醒了。然后呢昨天的台中的那位先生他也是说哎。真的是这个是真的吗？对对对对，也是很怀疑的。对对，那明天呢，一样也会抽出 iPhone 12，然后还有厂商会来到现场，是101哦。哦，101要来了。哦，就是我们台北101。台北101还有哪里的101呢？大家也知道说台北101最著名就是他那个关键牌。因为陈友讲话速度语速有点慢，然后101，我说哎，明天模特儿公司要来。观景台现在还可以出去外面漫步 ，OK， 明天就会来好好介绍给大家，非常刺激，对对，而且也会送我相信年轻朋友给大家，嗯，年轻朋友应该会很喜欢。有人说打给他，我可以尖叫，那我们现在就打给你，那你就尖叫，但是没有礼物，你可以接受吗？很无聊，要打给你我们都可以。哎，以后我们的。哎，我们抽周年庆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玩打电话的游戏，就打给你，就打给你们，你们在线上，然后就私讯给我们，我们就拼命打电话给你，跟你聊聊天，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讨论一下哦。这那我们打给你，然后你就我们就会送一些礼物给你，这又是你直播的一个特色，其实也可以啊，我们可以送福袋啊，对对对，就听到现在我就送你福袋，好像人都需要有一些惊喜吧，对啊，跟互动，好啦，那我们就明天，明天很精彩哦，持续锁定哦，101，我觉得明天会来这边做一些。非常详细的介绍是啊，我觉得比101最新的景点怎么玩，比你平常在影音所看到的可能还会更深入。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持续锁定，那我们就明天见喽，再见，拜拜。